那你比完所有的比赛之后最想做的事是什么？看看我们的采访吧。7月20日，网传一张疑似央视记者王冰冰朋友圈官宣和世界冠军徐嘉余的恋情截图后，徐嘉余个人账号迅速被王冰冰粉丝占领的同时，有媒体就此事向徐嘉余家人咨询，却被回复暂不知情。据悉，出生于90年的王冰冰现年32岁，与徐嘉余年龄相差5岁，二人初次见面开始于去年9月。的时候你还说我什么来着？没有。敢对着镜头说吗？不敢。从这里可以看出，两人互动确实非常默契。也正是这一次邂逅，让王冰冰和徐嘉余加上了联系方式。虽然当时便有不少媒体和网友开始看好这对 CP， 不过二人恋情发展如此之快，倒确实让人始料未及。以至于徐嘉余和王冰冰被爆出情侣头像时，其家人竟然毫不知情。另一方面，从徐嘉余的个人签名亦可以看出，其对王冰冰还是非常珍惜的。只是不知此刻冰冰的粉丝心还是冰冰的吗？来，再合一张，用我的手机拍。1、2、3。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我知道有时候加了我也不好说什么，就是可能是默默的就躺在那里。发展朋友圈。